20日，继威廉卓君哲正式升格人夫人妻之后，演艺圈又幸福消息传出，孙协志和小十岁的女友夏雨桐也要修成正果啦。剧中天快点 TV 报道，孙协志在本月包下苗栗一间民宿向夏雨桐求婚，而夏雨桐也在众人的见证下点头答应，现场气氛温馨感人。不过关于求婚仪式，夏雨桐经纪人表示没有收到这个讯息，他们自己想要公布时自然会告诉大家。孙协志经纪人则是电话关机没有回应。其实孙协志和夏雨桐绯闻缠了3年，两人始终低调，都以好朋友相称。直到今年3月18日，孙协志突然在脸书标记夏雨桐，透露最近有些想法，想和女方一起出游，被外界视为交往以来首度放闪。事隔一个月，两人同时抛出穿着情侣装靠在一起露出灿笑的合照，预告他们合体的影片即将上线。夏雨桐还写下，童鞋真的玩得很开心，难得这么高调，原来是被甜蜜的粉红泡泡给包围，你们一定要幸福哦。